来体验一下我们新一代的维新电竞笔电的功能，也欢迎各位呢多多的拍照。那在结束之后呢，也要帮我们分享给你们的读者一起跟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哦。那邀请大家呢可以移动你的脚步到我们的其他的机子屏哦。好，因为怕大家呢就是时间上的耽误，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一个不一样的调整。有看到我前方有一个很漂亮的箱子，等一下呢就是要抽出黑箱吗？不是不是，好，黑箱晚点再去。今天呢等一下我们会抽出总共有八个礼物要送给大家，就很感谢各位呢在百忙之中呢来到我们的现场来体验一下我们的维新新一代的产品哦。那我们现在呢就先邀请我们刚刚呢为大家介绍这么久的讲师 Alice 来为我们抽出三个奖项。首先呢我们先抽出两个记忆卡，好，32G 的哦，好，非常非常的好用，两个哦。那我们先抽这个好。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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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内心也很忐忑。先看一下抽出的第一位是星辰，恭喜你。好，那我们稍待呢再来做一个分开做合影嘛。好，那我们先请星辰来帮我们做一个合影的动作，拿着你可爱的32G 的记忆卡。小一个，你要下地狱啊。好好，那再来请我们的 Alice 抽出第二位幸运的朋友，一样是32G 的记忆卡，70的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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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抽出的是云霸，云霸，大家都知道了，下地狱，比较晚了还是可以得到奖项，有没有？来，我们跟前方合影一下，耶！发那张名片，收着，要拿着你的32G的机卡，谢谢。来，我们先入座一下，再来呢是抽出我们的耳机，好不好？非常非常的高级，而且是红色的，非常喜气洋洋。是游戏效果非常好的电竞耳机。对，好，恭喜哪一位呢？沈道廷先生。是道廷，来邀请我们的道廷。完蛋了，怎么后面入场的朋友都被先抽起来了？代表他们，我帮你们再把他们搅一搅好了。来，我们前方合影一下。迟到都算弃权，歪了，歪了。以后迟到先弃权，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我们的业务经理，你要帮我们抽出两个奖项，好，也一样是三个，来，对对对，业务经理。那我们来看一下抽出的奖品呢，一样都是非常非常的棒哦，让大家呢在玩游戏的当下呢都非常好的运用。好，先抽出我们的台灯。对，台灯，这边还有台灯哦，LED 台灯，LED 的台灯哦，非常好，让大家在玩游戏的时候眼睛不会受伤。我一直很希望有一个人跟我交换礼物，可以跟笔电 WiFi 连线，那也好险啊。好险。好，抽出的是台湾熊，台湾熊，恭喜你！来，一样到前方来做一个合影的动作。这不错哦，不错。来。谢谢。好，接下来呢要抽出的是我们的行动电源以及我们的 T 恤一套。好，一样是身上这一件吗？是，跟身上穿的是一样的，非常帅气的 T 恤。还有行动电源，让大家呢在拍照的时候使用电脑时候都可以使用电。好，赖玉婷。玉婷，恭喜你！哇，是个小美女，怎么办？完蛋了，真的是后面才来的人，我先帮你们找一找好了。好，那一样，我们跟前方的一起合影一下，3、2、1，好，谢谢。那接下来呢，就要请一样，我再现在抽出我们的价值4000块的那个台灯。键盘，好不好？让大家玩游戏的时候更好，回馈率很高。好，用背面吗？看抽出哪位幸运儿呢？好，要十几名。哇，大奖来！好，带着一个大礼物回家了。那一样哦，跟我们的经理做一个合影的动作。哎，兄弟，这个你玩。
这边，大家帮他合影一下。好，谢谢我们的六。好，谢谢。那接下来呢，要邀请我们的产品经理 Casper。Casper 要一样啊，帮我们抽出两位，好不好？一样，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行动电源以及 T 恤，抽出来是。延续。还笑，哇！兴趣，林小姐，林小姐，兴趣，林小姐，好，来，一样，我们做一个合影，进来谈话，进来谈话，哎，要穿嘞，换衣服，来，换衣服，换衣服，换掉，来一台，看来一台，现在可以上头顶了，好，再来就是最大的大奖以及我们的平板一台哦，来，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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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没有，谁？柚子不是我们，柚子俊佑，柚子，恭喜你！名片的字太多了，我们一时找不到那个字才是本名，是不是？来，一样，这么大奖一定要合影，大家帮他做一个拍照的动作。等下地。好，那我们谢谢各位哦。那接下来呢，就是要邀请我们现场的朋友呢，都可以移动我们的前方到我们的笔电前方呢做一个拍照。那有的主持人会为大家做一个展示哦。那大家呢就可以尽情的帮我拍照，然后带回去呢跟你们的读者分享，谢谢。